带什么，要带什么。可以跟我一下。虽然他本身也是没有没有太熟悉，但是他就上次一些就先告诉我大概的趋势，所以我想今天的报价。没有没有，我在上海的时候，就不会去上海看电影。这个对吧？在上海，对，也有电影院，也有上海，都是在外上看的。他没有几个，下礼拜嘛，再带。对啊，现在不是就两天会，对，并不是一天两天，是吧？没有看过一个。儿子比较想跟我去，他虽然没有跟我上台，但是比较习惯就是看到哥哥的场景。妹妹，我是因为我哥哥跟我看过一次演讲，对，没有没有单独带过妹妹去这么大的场面。对，我本来刚也跟他讲说要拍照，拍照，就会有很多的妹妹就在前面，突然害羞起来。他是需要一点时间热身一下，关心一下。